国建署的资料，一年有超过15000个人得乳癌，大概23000人是所谓原位癌，12000多人是所谓侵袭性的癌症。那我们只能被动预防，就是所谓的做筛检，预防 X 光摄影筛检跟超音波的检查可能会是最理想的。